这个黑车牌乌桥的来遮吼，啊，甲咱斗战斗，啊，搁安平豆花，搁桂枝的蚵仔煎吼，啊，搁咱后壁吼，咱后壁乡吼来等下吼，伊要来表演红米汤，吼，啊，搁咱周镇吼炒啊粿吼，遮吼拢跨区产业的联盟，啊，来到咱现场吼，啊，来甲咱展示，啊，伊就吼，啊，咱即届的活动啦吼，啊，真感谢着咱在地企业。哦，咱在地企业这头家吼，啊来出钱买着燃料券，吼啊，互咱这员工来今仔日来这消费，所以哦，当遮趁钱啊，当遮啊，甲咱这个农业来做消费吼，啊非常的感谢吼，啊今仔日现场除了有试驾以外，只要你买满200块吼，等下买就去，咱这个只要博物馆会当半票，这全票100块，半票50块。哦，这稍等下吼，恁只要甲买200块，恁就会当吼有这优惠，有这优惠。哦，所以这啊，真感谢吼，啊文化局吼，啊甲咱斗三工。其实咱今日去当现场吼，这木瓜吼，我拄好甲看一斤卖25块啦。迄前一两礼拜吼，当台办吼，拢花到100块以上。哦，啊博纳酱也足贵，啊但是伊今日卖的吼，拢是吼大卖价，所以吼，拢在地。哦啊，你要真新鲜啊，真俗哦，要来提供予咱现场遮个好朋友来大家分享。啊，今日呢吼，啊，佫有一个较特殊的，恁稍等下，看到这个树竹、粉竹哦，这种物件吼，啊，佫迄个姜黄，拢来转化当做美食哦，尤其是这个树竹加粉竹吼，拢是同齐佮有出，你有出产的。目前呢，我已经吼等现场吼，啊有从这个树竹啊吼，免啊，再等下等去啊试吃，会叫外人试吃，啊，佮粉竹吼，粉竹南芋同这正体会吼。